尊敬甲咱配对，咱这个方怡呢，吼、哦，方怡啦，吼，啊我，咱讲实在啊，吼，咱姑姑啊见一摆面，吼、哦，姑姑啊小拄一摆啦。啊，你想讲哦，阿伯讲哦，迄、那个接盘吼，会先，啊阿伯讲拢无盘，去后袂记一哩。哦，是是是是，哦啊。咱家吼，咱后了啊，咱一分钟吼，要跟咱各位诚心来滴，以及咱咱的西边吼，咱的各位兄弟啊吼，今仔算咱的开馆啦吼，开馆啦啊！我所以，我特别吼来到这哦，来到这，跟咱大家后了西啊，大家做伙吼，三做啊，拜谢，我还袂着到甲大家致意啦吼。啊，都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甲咱的理事长，吼、哦，啊，李阿姐啦，啊，甲咱的主任委员，吼、哦，啊，加减要先讲两句啊，但是咧，而且吼，甲、哦、各位兄弟啊，吼，甲咱的这个诚信台的吼，来报告吼、哦，啊，拄啊，我坐咧吼，我那无叫赢着啦吼，因为咱的理事长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咱的主任委员吼，我那有足侪所在啊，甲你甲讲啦吼，啊，我当我来最主要。唔是要来吃，最主要要来听民情啦吼。因为我那让两三个月无过来啊，啊所以讲吼，今日有这个机会来到这吼，当然啊，唔管过去，咱是担任理事长好，现任理事长好，还是过去是理事长，即马是唔是理事长不管吼、哦，我无分党派啊，我一定是会替咱的后僚吼啊，咱家做这个服务，唔管任何一个人，咱家只要拿什么任何代志啊，拢会使搞我秘书来讲哦，因为。我出来，咱后寮遮吼，咱这个角落吼，不管包括个孙厝了，拢啊对咱哦，拢真好啦，拢甲收听哦啊，所以讲，这个因为咱这个理事会吼啊成立啊有一段时间，但是这运作上吼，我唔知啥物原因啦，但是起码不管哦，在未来哦，我马必山一定会停甲交搞吼，你只要来在工会，工会路啊，你听看到我。只要老闆的服務團隊，吼，也是講你有我的電話，吼，我服務處電話，你攏甲聯絡，吼，有啥物事情，大大細項代誌，我老闆吼一定會收聽。因為要怎講，我甲敬的李英天公的面前講，就是講過去是恁甲提起來，這個不讓，既然你吊起來，吼，啊拜託，嘛是愛甲吼奉養啦，啊我唔是講甲奉養，這個不讓你甲奉養。我老米山，我会让对咧，对咧，咱的应应中哦，咱的新村啊，甲咱做这个服务，安尼我来解公应啊，解欢喜啊。过去我伫遮并无啥物服务啦，我较早都咪做议员啊，吼、哦，我是地方镇长、区长啊。但是咧，这一回会当选调，咱遮会使讲功不可没啦，大家小心真济啦。啊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千万唔当客气，啊，唔当讲哎，老米山就住伫地方，啊，伫遮，那恁当想安尼？足紧嘞！你一通电话，其实那白话来到这边半点钟过，半点钟过嘛无要紧，吼、哦，就到啊！啊，会当服务的，我拢会尽全力来做服务，吼、哦。我出来就是服务的。讲实在啦，吼、哦，我即卖的时间，吼、哦，已经做年外啦，吼、哦，还佫八一个年，后届是毋是有佫做无？我嘛唔知，但是我会把我的任内，我的四当。吼、哦，尽量会当做，我特别尽量甲做。啊，大家对我好，我该就输啦。我拄仔咧甲阮的理事长讲，有听话的优先，唔是讲无听话的我就无爱，唔是安尼意思。你无嘛爱，比较少叫白咧。啊，先听话的，佫无安尼就差嘛。吼、哦，有听话的我一定优先。啊，咱家后了，吼、哦，听我听遐济，我拢感恩在心内，吼、哦。所以而且搁再一次哦，来甲大家感谢哦啊！但是这段时间这个疫情的关系哦，咱有一挂活动吼、哦，这个经费有暂时暂停。等这个哦暂停这个时间啊一过开放哦，我一定哦，咱后日先拄啊有咧讲啊吼，咱咧这个办什么活动啦，要创什么会啊，我一定会帮衬甲到底就对啦吼、哦。所以讲。啊，大家就放心哦，因为我有甲咱留咧，甲咱遮留咧，哦，啊，拄啊，咱分教会都那有一张贴啊，吼、哦，那无阿公，我现在唔知你拜托的，你一通好心的，一通电话，一张贴啊，拢不管，无利用那的，哦，卡通电话搞咪啥的，讲一下安尼就好，哦，我一定会亲身，哦，亲身来做一个处理安排啊，来甲大家见面，哦，啊，你有啥物平常？事情我来甲阿讲一下，你无阿讲，我真个唔知伊太夸啦，真正个，爱上山，爱落海啦，吼、哦，啊过去
咱讲起来，甲只大家较无接触，啊，大家无接触，你要听我，唔啊，即摆调啊，你煞唔找我，安尼就唔好啊，哦。老三大事来找老米山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哦，卖讲我爱拜托啦，吼、哦，咱只真正足欠的啦，我知影啦，但是老米山出来会记你，挺老米山，不要恁浪费，哦，感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疫情无问题，大家拢过关。台湾桂冠，谢谢，感谢。来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咱的老议员。